吃两只吗？可以啊，我在忙啊，你要吃完再忙，你吃十只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吃完再忙。不坐这边吃冰棒。要买一个融化啊。今天过得好悠闲啊。你干嘛？后面还没破，下面已经破了。你这是不会吃冰棒。有没呢？不是，这是上厕所，等候区。你看今天过得多悠闲。很悠哉吗？绝对不要像教室里一样，累得要死，睡眠品质。